Yummy 素食养生料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香姐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素食养生料理。三八臭豆，材料有辣椒末、臭豆、香酥鸡末、番茄粒，调味料有胡椒粉、麻油、糖、细酱油，倒入少许的油，放入辣椒末、翻炒辣椒末，放入素鸡末，随后加入配菜及臭豆，加入酱油，加入调味，翻炒均匀，即可盛出享用。一道简单又美味的三八臭豆就完成啦。本期节目已到尾声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别忘记按赞订阅。